哇！就凭你哋咁嘅样？位于路环警犬训练基地，治安警喺3月6日为大家介绍警犬日常训练同埋警务工作。现时警犬基地主要有以下5类警犬，分别系昆明犬、马里诺犬、史宾格犬、拉布拉多犬同埋德国牧羊犬。而主要协助警员嘅工作包括防暴攻击、搜爆、搜毒、追踪、搜救。警犬其实真的帮我们警务工作是很大的，能够快捷咁样有效执行啲警务工作。当有案件的时候咧，我哋嗰啲警犬就很容易同埋较快捷咧揾到嗰、那个嗰啲嫌疑人逃跑的路线啦，或者佢冇留低嘅现场的物品咁样。陈 Sir 就话计划2019年在黑沙海南花园对面建造面积大概有12000平方米的警犬大楼，数量会由现时的80只警犬扩充到大概150只，要成为警察的好拍档。警犬选购方面都要具备以下的条件。第一时间一定要拣佢一张白纸先，即系未学过嘢嘅。年龄方面咧，最好就系由8个月至到去16个月，跟住咧会拣下佢嗰个体魄系咪强壮啦，中唔中意玩？最紧要中唔中意玩好紧要，冇怕人啦。如果怕人就系做唔到嘢啦。